生理中硕，时隔三年回归小荧幕，携手少女时代润娥主演了电视剧《黑化律师》。日前，该剧通过网络进行了制作发表会，当天李钟硕透露自己一直想和吴中焕导演再次合作，后来遇见这部没有尝试过的题材，所以选择相信导演一起制作了这部作品。当被问到选角的幕后故事时，吴中焕导演透露自己读到剧本时，脑海里就已经决定了演员人选，其中润娥的角色非常坚强，必须像天使一样，还有很多需要突破的情况，因此很担心演员能不能胜任。不过他本来就希望由润娥出演，见到李钟硕时，对方也提议了由润娥担任这个角色，意外曝光了两人合作的契机。